段距离，而且不敢做太多下。哦，这是一个成功的封阻。达摩斯，哦，这是一个精彩的一球。看一下前面的转身，是要 Q 过来协防，再走一个漂亮的脚步闪过。比赛的一开局来到现在的关键第四节啊，在三分，看一下这个火锅直接盖下来。哇！这是一个高难度的上篮。在底线没有机会，君彦这个球随便一抛，哇！看一下洪俊这个球，投完这个人已经整个在界外了，还是可以把这个球给抛进去了，难度蛮高的。